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兑换日币方便优惠的方式。首先呢，打开玉山银行，点选左上角三条线汇率查询外汇汇率，确认今天的日元汇率，线上换汇看日元卖出，如果是到玉山银行零柜兑换的话，是看日元现金卖出的部分，这样子就有 0.002 的差距。那我们就来线上换汇咯，点选左下角的买外币，选择日元币别，输入想要兑换的金额，同意，下一步立即买，这样就换汇成功了。使用玉山银行网银兑换日币，有加码 0.0012 的优惠。换汇成功后，我们就可以拿着我们的提款卡到玉山银行外币提款机提款咯。点选外币提款，因为我自己很常忘记带提款卡，特别设定无卡提款，选择日币币别，输入提款金额。以下为提领外币的注意事项。确认金额后按确定，钱就会跑出来啦。